大家好，我是李佩龙，欢迎大家收看勒布朗詹姆斯的传奇生涯系列影片。本赛季呢，湖人的战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作为一名 LeBron James 的球迷，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心痛。那么 2K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篮球游戏，它提供了我们这些篮球迷一个模拟逃避现实的方式。在 LeBron James 的职业生涯这个系列影片当中，我们会以 LeBron James 为舰队核心，由 LeBron James 在比赛中得到的数据呢，来决定我们在赛后可以开多少个卡包。我们会从这些卡包里抽出的球员中选出比较出色的来加入我们的阵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我们队伍的强度。我会把具体的条件跟计算公式抛在荧幕的上方，那如果各位有任何新的条件想要加入我们的计算公式，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慎重的考虑你们的条件跟想法，并且决定要不要把他们加入我们的计算公式当中。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影片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现在各位也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LeBron James 并没有任何的队友，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那当然是来开包吧。大家在屏幕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好有三张精彩时刻的卡片，那分别是 Zach Lavin、 Trey Young 还有 Donovan Mitchell。 如果我们可以抽到这三张的其中一张，那我们的阵容一开始也会是非常的强力。我们也是赶快来开我们的第一包。第一包我们得到的会是一张是个金的，第一张是个金的。那我们往右边，我们往右边看，哦，有一张红的，有一张红的，红的还不错，红的作为一开场还不错。那这张红的会是阿尔德里奇，阿尔德里奇，阿尔德里奇作为我们的首发大前锋，应该是非常的不错，他有非常不错的背打，然后勉勉强强的防守吧，也不是很多的防守。旁边还有一个奥里尼克，奥里尼克在凯尔特人的时期也是直接把乐福的在季后赛中也是直接把乐福的手臂给卸下来，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所以我们的阵容里面应该是不会出现奥里尼克的。那我们马上也是开始抽我们的第二包，第二包我们抽到的会是第一张是个银的，旁边都是银的金的。好， Lance Stephenson， Lance Stephenson 也是非常的伤。来我们第三包，第三包我们抽到的会是中间是个铜的，打开甚至不认识他。来第四包，第四包我们抽到的会是金的 Favors， 那 Favors 也是可以当我们的替补大前锋，替补大前锋。第五包我们抽到，哎，也是金色，也是这样Colin Sexton。 再来第六包，第六包出的会是铜的，好吧，我也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他，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认识的球员，我们也是非常的尊重他，我们也是不要乱读别人的名字，不要乱读别人的名字。第七包，我们抽到的会是金的，哎呦 ，Waiters， 也是可以做我们的首发，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是替补的分位。第八包，我们抽到的会是红的，红色的 ，Klay Thompson， 我们抽到了 Klay Thompson。Klay Thompson 也是会作为我们的首发分位出场。哎呀，如果 Klay Thompson 这个夏天能够来到湖人也是非常的不错嘿。来，哦，又是红的 ，back to back 红的。来 ，Cat， 欢迎 Cat 成为我们的首发中锋，非常的开心。第九包，我们抽到的会是，哦，又一张红的，不错 ，back to back。Victor Oladipo， 我应该是会把 Victor Oladipo 放在我们的首发控卫的位置，反正一般都是由 LeBron 持球，那他只要会投篮就好了，嘿嘿。来，再来我们第十包，我们抽到的是，哎，这个卡尔德隆，第十一包，我们抽到的会是绿的会是谁呢？绿的是 Eric Bledsoe， 也是非常的不错。那 Blacksoul 的话应该会是说我们的替补的控卫出场。再来下面一包我们抽到的会是银的，那 Evan Turner 作为一个小前锋，可能把它放小前吧，或大前也是可以。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把我们所
刚刚抽到的球员放到我们的阵容里面。那首发是 Victor Oladipo， 首发锋位是 Klay Thompson。小前锋不用说，肯定是 LeBron James。大前锋的话，则是阿尔德里奇。中锋是 Cat 唐斯。替补的部分呢，因为我在换人的时候也是记忆力失灵了一下，所以呢就不全部播出来了。那大家只要知道 Eric Bledsoe 是我们的第六人， Lance Stephenson 是我们的替补分位，其他就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那我们也是马上的以这个阵容来排我们的第一场对战。我们也是马上排到了我们第一个对手，对手 OK D. Russell 是首发的控卫，分位是 Peterson， 西亚卡姆是小前，波神是大前，易建联是首发的中锋，非常的平均的一个阵容啊，都几乎是紫水晶啊，然后红水晶跟一个蓝宝石级别的。好，我们也是赶快来跳球，唐斯跟对易建联跳球，唐斯也是帮我们顺利的拿到了第一次的球权。我们 Victor Oladipo 运球过半场，喊一个战术。战术方面的话，我就希望打简单一点，所以直接喊了个三内两外，这样方便我们打，挡拆的配合。来，直接给到汤普森，汤普森晃一下，没有，给到詹姆斯，詹姆斯打，赶快喊一个快速单打，单打突破，哎呀，一个强行的中投，没有投进，应该打得更耐心一点。来，对面 D. Russell 直接运球过了半场，晃过了我们一个中投，被他得分。这个回合，阿拉迪波运球过半场。晃一下，慢慢打，叫个挡拆，直接突破到内线分球给詹姆斯，詹姆斯的中投得分。来，这个，哎呀，我们抢断一个抢断，来，我们把球给到詹姆斯，詹姆斯，对方也是西亚卡姆，直接对詹姆斯进行了一个犯规啊。那来，我们开球，詹姆斯接到传球，被打西亚卡姆到内线，对的。对面的波神也是看着想要超截我们，没有成功，詹姆斯轻松碾压至内线，两分得手。对面 D. Russell 运球过半场，直接拔起来就投，没有，这种球是很难进的。詹姆斯抢到篮板，运球过半场，来，我们尝试叫唐斯过来一个挡拆，并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再把球回给到詹姆斯，詹姆斯再次叫挡拆，唐斯走右边，我们分球给唐斯，唐斯 N1 打进，唐斯的加罚，吸气提臀挺胸投进。接下来这个回合，对面是拿到篮板，我们直接冒掉，直接一个唐斯的主攻，直接传到给詹姆斯，詹姆斯进到内线，一个反转身的抛投，两分打进。对面 D. Russell 也是直接运球过半场，一个强行的中投没有投进，我们也是阿尔德里奇抢到篮板给到詹姆斯，詹姆斯一个非常冒险的传球给阿莱蒂波，哎，这个不应该这么传的，没关系，我们回给到詹姆斯，詹姆斯尝试着被打，把球给到唐斯，唐斯灌篮灌飞了，没有，没关系，我们詹姆斯拿到进攻篮板，进攻篮板给到 Victor Oladipo， 哎，我们再次叫一个挡拆过来，唐斯内切，这次我们灌进了。对面也是开球给到 D. Russell， D. Russell 往前冲，一个加速给到侧边的波神，波神想要强打我们的阿尔德里奇，突到内线强行迎着两个人上篮，没有进，抢到篮板分球给到詹姆斯，詹姆斯传球给汤神晃一下，没有机会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耐心一点，詹姆斯三分出手有了。我们开球给到 Victor Oladipo， Oladipo 晃一晃往右边走给到詹姆斯，詹姆斯控位的中投，哎，可惜没有投进。对面是西亚卡姆直接拿到篮板往前冲，给到易建联，易建联分球到西亚卡姆晃一下，想要给易建联也是被我们干扰到，再把球给到易建联，想要被打我们的唐斯，被打分球给到 D. Russell， 一个强行的三分没有打进，直接是一个 air ball， 没关系，我们直接反击，詹姆斯晃一下后撤步冲进内线，直接一个上篮得分。接下来 D. Russell 运球过半场，背后运球想要突来波神，再分球到波神借掩护，然后我们是直接抢断，直接把球给到唐斯，唐斯一个轻松的灌篮，两分拿到手。 D. Russell 开球出来之后，
个分球的给到西亚卡姆，西亚卡姆迎着我们的防守，两个人的防守出手三分并没有打进，詹姆斯拿到球，直接对面也是迫不得已的对我们詹姆斯进行了犯规。我们把球开出来给到 Victor Oladipo， 回给詹姆斯，晃一下交给挡拆，直接突破了内线灌篮得分。对面是把球开出来给到 D. Russell， 目前对方的 D. Russell、 波神还有西亚卡姆都手感冰冷的状态，反而关我们勒布朗詹姆斯跟唐斯都是手感火热。防守给到波神，波神晃一下想要进来，被打我们的阿尔德里奇被我们直接推开，哎，也是第一节就这么样结束了。对方再次开球把球给到 D. Russell， 运过半场来，我们也是哦，对面想用一技能强打，分球给西亚卡姆，西亚卡姆突破詹姆斯拦截下来，把球给到波神，波神把我们点起来，哎，也是被我们成功的一个抢断，把球给到 Victor Oladipo， 给到詹姆斯一个中投绿了。对面再次把球开出来给到 D. Russell， D. Russell 运球过了半场，我们直接一个防守，波神突我们好，这波我们防下来，哎，西亚卡姆。刚说完防下来我们就被得了两分这样的伤，没关系，我们再把球给到 Victor Oladipo， Victor Oladipo 运黄突破到内线，一个分球给唐斯点一下，给到阿尔德里奇再点一下，我们看到了谁是空位， Victor Oladipo 一个轻松的小抛投打板，两分得手。 D. Russell 运球过半场，我们尝试防守，我们把分球给到 Peterson 把球给到西亚卡姆，再把球给到 Peterson， 晃来晃去传来传去， Peterson 直接一个上篮，哎，也是非常的可惜啊，汤姆森没有防住这一球，对方的边线开球，双方现在也是都上了替补，对面直接哇直接一个暴扣， Brasso 你是不是想要挽回他自己的颜面，来我们挽回他自己的颜面，我们向左走向右走，有没有晃出机会，没关系，我们叫挡拆出来没有挡到人没有关系，我们分球，哎，机会不好，把球回到 Blasso 一个假晃突破到内线，造成对方的周琦的一个犯规， Blasso 的第一罚有没有，来，我们提臀吸气抬头挺胸，有了第一罚有，第二罚吸气抬头挺胸，第二罚也有，两罚两中，然后 Blasso 把球开出来给到 Waiters 一个变相切入到内线，一个反手的上篮，两分打进。接下来这个回合，我们把球给到 Blasso， 来，我们变相突破。What do you mean? Come on! 哦 ，2K 这个非法掩护真的是。对面开球，经过半场晃一下，强行的分球给到阿里扎晃一下，阿里扎，哎，詹姆斯一个抢断，非常的漂亮。给到分球汤姆森晃一下没有机会，给到 Victor Oladipo 还给詹姆斯晃一下把人调出来，詹姆斯突破到内线一个暴扣得分。对面把球运过半场，哎，好防守贴到脸上，哎，还是被对面强行打进，没关系，我们再次把球给到詹姆斯，把球队扛在肩膀上变向突破内线，分球给 Cat，三分绿了。对面把球开出来，对面一个晃人突破到内线，推球给到阿里扎三分出手，虽然我们防守防得并不好，但是唐斯拿到了我们的防守篮板，詹姆斯一个人突破转身的一个抛投，哎呀，被对面犯规，詹姆斯这张粉钻詹姆斯的罚球评分也到了87分，第一罚罚进，第一罚罚进，第二罚罚，哎，两罚两中，非常漂亮。对面也是把首罚再叫上来，第二罚手一个变向突破，给到夏卡姆一个强行的三分投篮，没有，唐斯抢到篮板，分球给到詹姆斯，哎，差点被对面截断，没关系，我们再把球给到詹姆斯，慢，我们需要慢一波，借两个人的掩护破。之后的一个强行的上篮没有，没关系，唐斯抢到了进攻篮板，再把球给到詹姆斯，唐斯出来，我们缓一下，叫一个挡拆，
突破，分球给到阿尔德里奇，阿尔德里奇暴扣得分。哎，对面也是直接过来一个快攻，把球给到 迪拉索，把球分到波神，波神一个转身的上篮没有，詹姆斯拿到防守篮板，运球过半场，把球分给阿尔德里奇，阿尔德里奇晃一下没有，没关系，我们再把球给到詹姆斯，詹姆斯晃一下借唐斯掩护过来突破中线，转身的上篮有了，这转身上篮动画是非常的好用的。对面的一个快攻给到西亚卡姆，两分打进，没关系，我们把球给到阿拉迪波，运过半场，把球分给詹姆斯，詹姆斯黄突破黄，哎，慢一点，交给挡拆，借挡拆掩护过来，把球给到阿尔德里奇，机会并不好，没关系，我们把球给到汤神，汤神晃一下没有，阿拉迪波突破到内线，一个转身的上篮，哎，对面也是一个干扰中篮，这一个回合把球给到詹姆斯，运过半场。詹姆斯一个加速突破，直接一个，哎，差一点就扣，对面也是不得不对詹姆斯进行一个犯规。詹姆斯第一罚，海豚吸气挺胸罚球没有，第一罚投丢了，没有关系，我们第二次詹姆斯两罚一中，是稳稳的必须进的。吸气抬头提臀挺胸，哎，大家看我这个第二罚是必须会。然后我们边线把球给到詹姆斯，运过半场，晃一下。对面也是没有动，不为所动，没关系，詹姆斯把球给到阿尔德里奇，阿尔德里奇把球给到唐斯，被打对方的易建联，我靠，一转身，哎，这个放篮得分，詹姆斯中场接球之后，来，我们在左侧45度角组织一波，对面也是三分放空了，詹姆斯三分出手有了，跟 Peters 强行的一个中投的出手没有。来，我们的唐斯拿到篮板，詹姆斯运球过半场，背后运球突破，直接一个暴扣得分。我们现在对手也是直接离开了比赛。那我们勒布朗詹姆斯的传奇生涯第一场比赛，我们也是旗开得胜，非常的开心。在上一场比赛里，詹姆斯拿到了31分、5个篮板，所以我们可以开八包。来，我们第一包，我们抽到的会是，哎，一开始是个铜的，没关系，我们往右走，银的、铜的，哦，有一个绿的会是 Paul Millsap， 这样子我们的内线是可以得到一个不小的提升。第二包，我们一上来是一张金色，好，我们打开是双球鞋，一个球衣，一个合约，往右走，哦，这是Rudy Gobert， 欢迎来到我们的阵容。Rudy Gobert 应该会是我们的替补的中锋。那还剩下一张卡片，不知道会是谁，我们来打开它。这个合约第三包一上来，然后赢的，哦，有一张蓝的会是 Blake Griffin， 欢迎 Blake Griffin 来到我们的阵容，非常的欢迎你。下面一包上来会得到的会是金的，赢的。好吧，我们得到一张特雷莱尔斯，那我们也是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再来开下面的一包，赢的，我们往右边走，红的会是 Joel Embiid， 欢迎大地来到我们的队伍，那大地的话也是可以，有可能可以成为首发中锋，也有可能是替补中锋，都是非常的不错。再往下看，这一包我们会得到的是绿色，哦 ，Aaron Gordon， 还是 Dennis Smith Jr.， 都是非常不错的卡，可惜可能不能进入我们的轮转阵容里面。再来这一包我们会得到的是，上来是一张铜的，赢的，铜的，哎，最后一包一上来，赢的。往右会是铜的，那么我们 LeBron James 传奇生涯的第一集在这边也是步入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麻烦点一波关注，并且喜欢我的影片，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加入我们计算公式的条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说如果你有任何对我影片的建议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会非常认真的阅读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李佩龙，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